Hello， 大家好啊，我是 Maggie 啊。之前咧同大家介绍咗啦，我哋澳洲嘅新品牌 Carinda 两款咧成日都用嘅 Superfood 成分。今日咧就会同大家咧特别讲一讲佢嘅王牌产品啦，就系呢一个啦，神奇逆龄活肤精华油啦。咁我开始讲之前咧，大家快啲 subscribe 咧我哋嘅 channel 啦，同埋揿埋隔篱个闹钟仔，咁咧就唔会错过我哋嘅片啦。Carinda 咧呢一支嘅精华油嘅包装咧系用一个滴管式嘅设计嘅，咁个精华油咧就系黄黄地色啦。咁其实再仔细啲睇咧，佢其实有少少绿绿地色咁样嘅。就好似啲橄欖油咁啦，望落去個質地咧就好結嘅，咁啊但係咧其實佢一滴出嚟咧，再加埋按摩嘅話咧，就會好快咧滲入咗喺我哋個皮膚嗰度噶啦。咁好明顯啦，比起我頭先冇搽嗰隻手咧，而家咧搽咗之後咧，個皮膚咧可以話係即時咧就滋潤咗噶喎。咁同埋咧亦都漲翻少少啦，潤翻啲咁樣嘅，同埋咧亦都唔會立噶喎。其實咧市面上面咧咁多款精華油，咁究竟 Carinda 呢一款神奇活膚逆齡精華油有咩咁神奇咧？嗱，當中咧。它就有一個成分嘅，就係叫做澳洲本土檀香木嘅檀香木籽精油。咁我發現咧，其實好多對皮膚好好嘅天然植物咧，佢咧都會喺一啲好嚴峻嘅環境嗰度生長嘅。咁就好似呢個檀香樹咁樣啦，佢就最主要咧就係呢個澳洲嘅西南部一個比較乾旱嘅地方嗰度去種植嘅。可能咧就係因為個環境咁樣啦，就激發咗咧佢哋內裏咧產生一啲物質咧去做啲自我滋潤啊，同埋修復啊、鎖水啊等等咁樣。咁就好似呢一個檀香木嘅種子。它入面有一種很特殊的脂肪酸，就叫做西門木血酸，它就有很多功效，可以減少細紋、皺紋，亦都可以將我們面上的皮膚水分好好地保存，亦都可以增強我們皮膚的屏障功能。這個成分亦都可以舒緩濕疹或者有皮膚炎的皮膚的朋友，還有它的抗炎的特色都可以幫助我們解決一些痘痘的問題。除此之外，這個精華油就還有這個卡卡道理嘅，咁之前嘅影片都提过啦。卡卡道理咧有一个临床嘅实证咧，就系如果你连续七日咧喺面上面咧用卡卡道理嘅萃取物嘅话咧，就有神奇嘅活肤效果嘅。第一啦，皮肤咧整体嘅水分咧同埋个弹性咧系可以增加成60%以上噶，皱纹减少咗啦，望落去亦都后生翻啲啦，同埋咧亦都可以减淡一啲色斑啦，同埋解决皮肤泛红嘅问题嘅。咁大家咧就可能会担心啦，天气就开始暖啦嘛，用油类嘅产品咧会唔会好？但其實咧就唔需要全個面都搽嘅，可以淨係搽喺啲咧比較乾燥嘅位置，譬如就好似面珠燈啊，咁同埋咧就避開一啲 T 鬆容易出油嘅位置嘅。另外咧再加埋咧適當嘅按摩咧，皮膚吸收咗咧就唔會覺得油淋淋啦。嗱，如果咧大家都想試一下咧 Carinda 呢一支精華油點神奇，同埋點樣咧幫你去逆齡同護膚嘅話咧，咁就咧快啲去我哋 Aropa 四時合嘅網站去選購咯。下次再見大家啦，拜拜。